师、指导老师，各位指导老师、同学，来，我们往两边。啊，家长，校委理事长，理事长，理事长来，理事长。好，在报告上在不在？在。来，指导。我们这样先看这边好了，等一下这边在这边好吗？好了，好来，好，高三在。好，下来我们在。在。好，我们看我们的右手。在。中间再一张哈，中间再一张。中间再一张，好来，中间来。笑容。再一次。来，笑容。我们彰化高商在上个礼拜，参加了全国商业类科的技艺竞赛。那商业类科竞争非常激烈，全国有175个学校参与，是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比赛。那彰化高商总共参加了8个职类，那事实上它总共11个职类，我们参加了8项职类。在8项职类里面，我们荣获了6个奖项。其中有包含3座金手奖跟3座的优胜。那值得特别一提的就是，这其中我们在商业广告得到了全国的第一名，在会计资讯也得到了全国的第二名，这是非常难得哦。然后在其他的表现也都能够发挥出来。那值得特别一提的是，这一次的全国前2名。那我们学校有第一名跟第二名的选手，也都同时获得了教育部在这些年一直在推动技职教育，能够把技艺竞赛优良的学生，全国各职类的第一、第二名，能够荐送到海外去做一个实习。那已经行之大概6、7年，我过去也带领学生出去过。那因为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就比较没有办法出访。那这一次一样的，在明年如果疫情稍解，目前我们这2位第一名、第二名的同学都获得了这样的资格。那特别是前3名的同学，一样可以获得绩优的保送，保送就是直接能够保送国立的大学。那另外优胜的同学也可以借由绩优的甄审去争取到也是好的学校。那彰化高商过去其实在技艺竞赛表现也非常好，外界一直认为彰商都是一个很注重升学，虽然我们升学非常棒，那我们学校的师生在家长会跟校友会的一个支持之下，我们也都非常努力的去进行技艺的推广。那今年得到很好的成绩，也祝福大家，也在此跟大家报喜，谢谢。谢谢各个我很感谢学校以及各个指导老师还有组长们，然后让我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及资源，然后让我能够放手一搏的去比赛，然后取得佳绩。然后虽然训练的过程中有很多常常遇到挫折或是瓶颈之类的，但是也是能借此自测的机会去得到其他人的肯定及期许。谢谢学校给我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可以练习，然后也谢谢老师陪我假日跟平常的上课时间陪我练习。然后虽然这次比赛就是可能有点中途有点我自己感觉有点不太如意，但是最后还是获得蛮好的成绩，就是很谢谢学校的老师们。这名吧，对对对，麦金丢啊，第二名，两个。来，好 ，OK， 我们三先了哈，先，来一起，来第一名，第一名，来，其他的来，国一，国一，来，这么大的，燕景，来老师，燕景，然后前面后面，等一下，我理事长还另外自己加码6万块的奖金，老师是几